鄉親啊，繼續要來講世界棒球經典賽的預賽，就要佇台中洲際棒球場鬧熱來展開。台中市經發局是串聯著在地業者、商圈甲夜市啊共同來響應。除了有商圈的店家提供著優待，也有夜市的抵用券。阿高餅公會嘛為經典賽特製著棒球餅，歡迎球迷到台中來感受著棒球城市的魅力。真大粒棒球饼，足足一般棒球的几啊十倍大。这是用台中名产太阳饼啊去做的。世界棒球经典比赛经过十冬，又转来到台中比赛，市政府办记者会，宣告城市行销正式开始。所以我们欢迎全国的民众都来我们台中，那也希望透过这次棒球的赛播，把我们台中的美好行销出去。警发局阁串联台中23商圈，只要有搭经典比赛优惠店面，拢有专属的消费活动。另外，若去11大夜市啊，只要替中华队加油，拢有拍战。只要是中华队出赛的主场，那市府大荧幕一样会办理直播。这个棒球经典比赛热身赛将于7月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开始比赛，欢迎球迷到台中感受棒球都市的魅力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